43年，金黄司令胡琏将军就向总统提出来这个案子，结果因为蒋总统只给了30万，胡琏将军认为经费是不够嘛，要比照美军顾问团的宿舍新建的嘛，啊，然后需要150，后来就胡琏将军把这个经费退回去了。然后到后再隔一段时间才又提出来这个案子，蒋总统才拨了钱，还有妇联会有妇联会的钱，我那时候还没有83炮战盖好以后，这都算第一期，因为这是接着盖的，这个是后来盖的，后来是民国几年，我看48年，就是83炮战以后。搬过去到这个年纪来讲的话，住下去的话，当然是觉得说反而方便。一层的有4户，那条件都弄得不错啊，也不用去，就不用去扫树叶啊、打扫啊、干什么东西了。但是那年轻的又不在这边啊，有的都在国外。我知道他们呢，有时候很多都在国外，那都剩下老人家，人家就请了外劳看护啊，每10月10号，他都有升旗。还有早上有升旗典礼，元旦也有升旗典礼，啊，他们大概春节也有团拜，还是有把这个气氛一直延续下去。你们看到的现在的眷村，应该这样讲好了，它有眷村的躯体，但是它注入了新的灵魂，并不是所谓的眷村的，就是应该怎么讲，它有一个他们。应该是说市政府这边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，它只是留有眷村的躯体，不像眷村的地方，但是它又是眷村的土地。像我现在回去那边，我就会常跟小孩讲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什么地方啊？以前妈妈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至少它还有个形在那里，可以让我去怀念。它就像我家已经被拆光光了，我没有办法去。”去应该只能留在我的记忆之中，可是那个地现在他留下来那一栋那几栋房子，其实跟我们的那边都差，其实大同小异啦，只是说格局或者是样式不一样。可是至少我还可以跟我孩子说啊，妈妈以前住过这样的房子，我还可以有指出来，哎，有个实体在那边。为什么会不见呢？哎，你大概还不了解什么叫做星星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，来。这个瓦叫做鬼瓦，就魔鬼的鬼，鬼瓦。马祖新村我去看了，是。县光二村我也去看了，桃园不是3个村子，号称铁三角眷村，太武新村，马祖新村，中正，县光二村，他们的屋瓦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村子的金城新村改建了第一期3间。全部没有一颗星，这才是屋顶上的屋檐屋瓦。哦，它有星星，是吗？这是星星吗？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说它是新旧并存的。嗯。它的瓦是一个锈一个新、嗯。你要保留，这才叫做保留原味。你不要全部原汁原味，你也给我一间原汁原味嘛。
我知道防空洞，我最清楚的是王子里阿姨家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洞口，很像那爱斯基摩人，他不是有个雪屋吗？可是他可能只有大概雪屋的一半高，然后有个洞可以钻进去。我其实小时候也没什么好玩的，但去人家家有一个这个东西，我们就把它当成好像玩具，就是游戏器材一样。应该是日据时代就有，它应该是日据时代就有，因为我记得的是这个之外。在现在将军村图书馆那边有一个地下的，它有一个地下防空洞，就跟阿姨家的不大一样，阿姨家是半乌龟型的，那它那个是地下的。